Hello， 大家好。几天没有做这个视频了，因为昨天要做的时候呢，声音很差。今天比较好了，所以就继续。我拿一个麦讲一下。Hello， 看是怎样啊？因为我现在看着这个屏幕啊，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我要看回这个啊，我看到自己了，这样 OK 了。来啊，这个是第26大续卦。上面是山，下面呢是天空，所以呢那个天空可以让那个山覆盖起来。我们可以知道，想象得到，当我们的头看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马来西亚的 Gunung Kinabalu 猫 KK 哦，它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雄伟的山，它可以在天上哦。有些山哦，你看它很高，它的云是不是在那个山的下面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哇，这个山很高很高，大续嘛，哦，里面呢、啊、那个山里面呢、啊、什么都有啊，有土是有人，有人是有财，有土什么都有，哦，现在昨天看到这个冰城说有这个什么啊细土啊，那个细土啊，有一千亿啊，一千亿价值的稀土量啊，在这个槟城啊，我讲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笔钱的话，那么槟州人民呢就可以像荷兰一样了，到了31岁，如果你不想做工，你可以退休，然后你可以拿你现在薪水的70%，太好了。如果槟城可以做到这样的话是非常好。来大续卦，大续呢，它的这个卦词呢是大续立正不加时吉利色大串，看到吗？利色大串卦词之中有利色大串的只有7个卦，所以呢是很少很少有看到利色大串的。然后呢，我以前有想过要开一家这个什么小吃店，我就要放这个名字叫不加时，这边不加时，为什么呢？因为不加时就吉。为什么不加时叫吉呢？如果你沾到这只卦，你是问说我可不可以当一个政府公员的，你沾到这只卦不加时呢，你一定考得上。为什么呢？因为不叫留在家吃家的饭嘛，吃公家的饭嘛，所以吃公家的饭就是吉了。但是呢，如果你是中诉讼的案件呢，你沾到这只不加时呢，那么就完蛋了，你不可以留在家里面吃家里面的饭，只能够吃牢饭。所以呢，一只卦它没有说好没有说坏，是看你当时什么情况粘出来。但是呢，讲到最后，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学习呢用回在最原本最 basic 的，就是背卦方面，把这只卦全部1到64卦全部背到它熟。只有把卦背熟呢，你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爻辞是叫什么。不然的话，你今天你读你明白了，你读到第64卦回来你会忘记的，肯定忘记。最后呢也要翻书又要再看，所以那个东西是非常的我觉得不专业。第二就是说你不能够真正理解到。好，出爻有利利己92鱼托付车的轮子啊，不是轮子啊，这个螺丝啊脱去了。第三，两马助力兼争曰，这个读曰啊不是日啊，曰贤也以位利有攸往。如果你是日的话就日贤以位，曰贤以位。好，64铜牛之故元吉，粉饰之牙吉，然后呢贺天之巨亨。大续卦背完了，不难呢、啊、元吉吉啊、亨，两个吉一个横，好、哦、不错的卦。来我们现在开始背卦。OK， 背卦，把眼睛关起来。乾卦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现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子终至前前，细涕落利无咎，或月在宴无咎，飞龙在田，利见大人
亢龙有悔二，坤力聘马之争先迷而后得主，吕双兼兵至，直方大不惜无不利，韩张可争，或重黄氏无成有终，跨狼无咎，无欲皇赏元吉，战龙在野，其血咸黄，山水雷尊，元亨力争，勿用有忧，王力肩头，盘横力居争，力肩头，尊如瞻如，乘马般如，飞寇昏垢，女子真不至十年乃至，既入无余，唯入于林中君子，机不如舍，往令一个令了，乘马般如求婚够，往极无不利，尊其高小真及大真凶，乘马般如气血连如，连如是山水蒙亨，非我求同盟，而是同盟求我，出师告再三度，度而不告力争，发盟利用行人用说自顾，以往令同盟及纳夫及子客家，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功无忧利，困盟令同盟及积盟不利为寇，利欲寇，五水天虚有辅光亨贞吉利色大川，须与交利用恒无咎，须与杀小有缘终极，须与泥之寇至，须与血出之血，须与酒食贞吉，路与血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尽之终极，六天水送之替终极终凶，利见大人不利色大川，不容所事小有缘终极，不客送归而道其一人三百户无声，时就得真利，不是令啊，真利终极，或从皇室无成，不客送既复命欲安真极，送元极或系之旁带中招山夺之，气地水师真仗人极无咎，处师一律匹张兄，在师中极无咎，王三系命，师于果师兄，师左次无咎，田有情力直言无咎，长子率师弟子与师真凶，大师有命开国成家，小人勿用罢，水地比及袁氏袁永贞，不临方来后夫兄，有辅彼之无咎，彼有辅迎佛终来有他吉，彼之之内真吉，彼之非人外彼之真吉，贤彼王用三驱是前情，一人不借吉，既与一人不借吉，彼之无首凶九风天小续卦，自我西交密云不语，复其道何其究，即千复及余托复夫妻反目，有辅血去地处无咎，有辅连如复与麒麟，即不独复也，既与既处赏得哉，复真力越机望君子真凶，十天泽吕虎尾不迭人亨，素吕往无咎，吕道坦坦幽人真吉，秒能是跛能吕，吕虎尾迭人凶，五人位于大军，吕虎尾色色终极，怪吕真令，这个是令，不是这个是利，怪吕真利，怪吕真利，四吕考祥其选元吉，怪吕手握大权行事刚决，就会有危险，怪吕真利。然后十一呢，地天泰吉亨小往大来，拔毛如以其会征吉，包成包荒用平和，不暇于彭王，得赏于中行，无凭不拨，无往不复，坚贞无咎，勿虚其辅，与时有辅，偏偏不复与其令，不借以辅，第一归妹以子元吉，臣父于皇，勿用师，自意高命真令，这个才是令，天地匹之非人，不利君子真，大王小来，拔毛如以其会真吉，包成小人吉，大人匹亨，包修有命无咎，臭离子修匹大人吉，其王其王系于包山，清匹先匹后喜，十三天火同人卦，同人与野利色大川，利君子真，同人与门无咎，同人与中令令啊，富荣于莽，胜其高龄，三岁不幸，趁其勇肥客攻击，同人先号逃后笑，大师客相遇，同人与交无悔，十四火天大有卦元亨，无交害匪咎，兼这无咎，大车已在有攸往无咎，公用亨于地，小人匪客匪其旁无咎，绝辅交如危如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十五第三千君子有忠亨，千千君子用色大川吉，明千真吉，劳千君子有忠吉，无不利，挥千不复与麒麟，利用轻伐无不利，明谦利用行师正义国，十七十六雷地狱狱利见侯行师明狱兄借与师不终日真吉未终正也，须欲悔迟有悔，由于大有德勿以盆何沾，真吉恒不死明狱成有欲无咎。
石器。讲到这里啊，吴杰会眼睛会痒，眼睛痒跟离火有关呢、哦，啊，离火，手指去摸它，又在摸它，两边都痒，所以手指是什么？手指是手嘛，手是更嘛，更一个更在上，不更在下，离在上，就是火，火山旅旅卦，小亨。旅贞吉，可能有事要出去了，可能会等一下有事要出去了，可能呢，不一定了。好，读到那里啊，十五、十六、十七，十七则雷随随卦，元亨利贞无咎，官有欲贞吉，出门交友工，系小子是丈夫，系丈夫是巧子，谁有求得居贞吉，谁有祸征凶。真凶有福再道与民往何咎福于家吉聚细之乃从为之王用亨于西山十八山峰谷元亨用立设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干父之谷有子考无咎立终极干母之谷不可争干父之谷有小有悔无大咎束缚之谷往见令干父之谷用欲不是王后高赏其事然后是十九地泽灵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贤灵贞吉贞吉贤灵吉无不利甘灵无忧虑既忧之无咎无忧虑没有就是说没有路走了就要去想办法给他走一条路出来所以无忧虑既忧之到最后是无咎然后呢过后呢就是智灵无咎智灵大军之遗疾然后呢遁灵疾无咎二十封地官而不见有福永诺同官小人无咎君子令亏官利女贞亏官利女贞官我身进退官国之光利用兵于王官我身君子无咎官其身君子无咎二十一火雷四合卦利用欲聚焦灭子无咎四夫灭鼻无咎四腊肉欲毒小令无咎四干之得金之利兼贞吉四干肉得黄金真利不是令啊真利无咎贺焦灭而凶二十二三火壁亨小利有攸往必其子舍车而图必其虚必如卢卢永贞吉必如伯卢白马汉卢飞寇昏垢必与秋元素伯渐渐令终极白璧无咎二十三地波不利有攸往波床与竹灭真凶波床与变灭真凶波之无咎波床与辅凶冠于以工人从无不利硕果不食大人得于小人波如二十四地雷复亨出入无极蓬莱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由又往不远复无知毁原极修复及平复利无咎中行独复敦复无悔迷复凶有灾身用师中有大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正二十五天雷无妄卦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生不利有攸往无妄往吉不更祸不至于则利有攸往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德一人之灾可真无咎无妄之吉勿要有喜无妄行有生无忧虑今天的三天大畜卦亨畜辟牛吉利色大川第一有利利己于托付两马助利兼争约贤与位利有攸往同牛之故原吉焚世之牙吉贺天之巨亨一到二十六你背完了吗我是背到了你有背到吗好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